扫罗，我问你，在我们的律例613条里面有八种的爬行动物，你只要接触到就视为不洁呢？石鼠、油鼠、蜥蜴与麒麟、壁虎、龙子、守宫、蛇衣、燕亭。咁喺安息日嘅里边，我哋最远可以行几多路程啊？可以行960米。咁喺我哋嘅律例嘅里边，第163条又系讲啲乜嘢嘢嘅咧？祭司不可蓬头散发进入圣所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你果然熟读每一条嘅律例啊！你果然是不愧为我们的伟大的犹太民族的尖子，都是拉比加马列尼教得好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是什么？就是得了，通过了，通过了。是啊，你已经成为法利赛人的会员。换个说话来说，你要用你的生命保护住我们的每一条的律法，我哋要专心咁去跟从神啊，苏罗，系你有冇听我讲嘢啊？得噶啦，拉比加马列，我会用我嘅生命去守护每一条律法。我先行先啦，我要同屋企人讲入会嘅事啊。仲有，拉比加马列，你点睇耶稣有冇复活呢件事？点解你要问我呢个问题呢？咁即系你觉得拿撒勒人耶稣真系复活咗？我并冇咁讲过，我只系话如果个耶稣唔系嚟自神嘅话，咁跟从耶稣嗰班人自然消失。但系如果佢真系嚟自神嘅话，我哋系敌挡紧神。你咁样讲，即系话系苏罗，你听我讲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而家啲异端喺耶路撒冷好似瘟疫咁传遍晒啊！我哋咩都唔做，对得住神咩？我哋系要一生去跟从神，但系我觉得而家我哋系喺度顶撞紧神喎。得啦，我知道点做。耶稣就系尼赛亚，佢俾你哋钉死喺十字架上，三日之后复活，成就救恩。大祭司，你听到了，他是胡说八道。看守耶稣父母的兵丁已经证明耶稣的尸首是被鬼子偷走的。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？相信只有大祭司最清楚。放肆！史提芬，你居然敢侮辱圣所和我们的律法。他还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拆毁我们的圣殿，还说摩西的律法都要被更改。史提芬，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？你们这班硬着颈汉，心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，成日抗拒圣灵，有哪一个先知不是被你们的祖宗逼迫？你们领受了神所赐的律法，但竟然不遵守。不需要再审了，用石头打死他。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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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到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主耶稣，求你接收我的灵魂，但千万不要怪罪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耶和华神，我感谢你。其他人呢？其他人被扫罗捉入监。厉害呀，都杀人啦！开门啊！苏罗，等啲兵丁，我匿埋。快啲嚟！
快啲走啊！匿埋啊！哇！你啊，走啦！你冇理我啦！走啦！你走啦！匿埋啊！走啦，彼得！走啦！走啦！玛利亚，其他人呢？咩其他人啊？我收到消息，唔少耶稣嘅信徒嚟咗你屋企，即系呢度集合。去晒边啊？佢哋走晒啦！走晒！人哋，同我走！好，好。哎，有发现，嚟，我走。仲有其他人喺边度？放开我！唔讲啦嘛，有你同我打。停手啊！停手啊！快啲叫佢哋停手啊！你快啲讲，其他人去咗边啊？我唔知啊！停手啊！停讲啊嘛！吓！做乜嘢啊？救佢哋啊！得噶，你系我哋嘅领袖嚟噶，讲一讲啊！停手！忍你，同我追！入歧途，耶路撒冷就似群魔乱舞，犹太撒玛利亚恶徒满布，边个信服乎？你哋呃我唔到。从小开始立志恢复正道，犹太律法条条难我唔到。如果你哋想话相信耶稣，入去监狱系你最终嘅路。来边打，来边打，这个他，那个他，用石头，用石头，快快地打呢一个，嗰个，你哋走唔甩噶啦！在上帝面前，我会得称赞吗？铲除异教，无王初衷。铲除异教，无王初衷。铲除异教，无王初衷。来边打，来边打，这个他，那个他，用石头，用石头，快快击打呢一个，嗰个，你哋走唔甩噶啦！在上帝面前，我会得称赞吗？撒玛利亚，听闻耶稣当年喺嗰度经过，有好多人都信咗耶稣。我哋去到坚固佢哋嘅信心，好唔好啊？好好啊，我哋之后再去财布鲁斯腓尼基啊。我哋都去埋安提亚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彼得，你喺边啊？我留翻喺耶路撒冷，坚固呢度嘅信徒信心。等。耶稣，愿你旨意成就，让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。求你祝福我们，无论我们去到哪一度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大祭司，信奉耶稣已经复活的异端分子很多已经被捉拿收监，但还有不少在外邦度逍遥法外。大祭司你放心，我有信心将他们逐一击破。首先恳请大祭司批文书到大马士革各会堂，凡是发现有信奉耶稣的无论男女都准许我捉拿翻嚟耶路撒冷受审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做啦。
我，加快脚步。大祭司的指示我们一定做到，小心做，小心做，切勿糊涂。哪个信耶稣，我们送他上路。来鞭打，来鞭打，这个他，那个他，用石头，用石头，快快击打。这个，那一个，你们走不掉的，在上帝面前，我会得称赞吗？要信耶稣，去监狱是你最终的路，千万糊涂，信耶稣，我们送你上路。铲除异教，光芒复出，铲除异教，光芒复出。扫罗，扫罗，你点解逼迫我？你是边个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主，主啊，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？入城，会有人跟你说你需要做什么。阿拿尼亚，主，我在这里。向直街一直走，找一个叫做扫罗的人，他正在这里祷告，你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够看见。叫他能看见？主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听说他来这里是要迫害你的圣徒的，他还有从大祭司来的权柄去捉拿一切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你只管去吧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。主，我大大得罪你，亵渎你，逼迫你的门徒。我以为自己为你持守你的道，但我才是敌挡你的那个。神啊，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主，我心空洞，坠落这幽暗中，悔恨无穷，愚昧着我，世上无用，回看一生像噩梦，人难懂的痛，众人血在流，在我手中，这生英明，挂上终生罪名。不可得恕，无情像我瞎了眼睛，残害上主的百姓，无知的本性。今夕祈求，祈求让我觉醒。令我走出这昏暗，无惧前行，领受纯洁无瑕初心，扫红欲望与不凡，得失与怨恨，求主怜悯用我这罪人，求用我一生，令我走出这昏暗，无惧前行，领受爱心与信心，
成就已将使命向列国传扬福音，求主是恩用我一生，求用我一生令我走出这昏暗，无惧前行，领受爱心与信心，成就已将使命向列国传扬福音，求主施恩用我一生，为你祷告，叫你能看见。扫罗，又名保罗，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传扬我的名。大家分享天国的奥秘，我们要等候尼赛亚的来临。尼赛亚就是要帮助我们恢复以色列国，让我们脱离罗马政府一切的压制。我们要等候尼赛亚的来临。咦，保罗？保罗，是不是你啊？保罗，保罗，真是你啊！太好了，保罗，我们大马士革的弟兄姊妹仰慕了你很久了，我们一起来讲大马士革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。多谢大家。保罗，你同我哋分享几句。好。今日我嚟到呢一度，系有一件好重要嘅事要做。你唔好走住，你系咪耶稣嘅门徒啊？我唔系要嚟捉你噶，你听我讲啊。你头先话有件好重要嘅事做，我知道你想做乜嘢。唔系啊，你误会咗啦。嗰件好重要嘅事咧，系我好想同你哋一齐。传扬耶稣的名啊！好笑啊！所有人都知道你深谋远虑噶啦，估唔到你扮信耶稣嚟博取我哋信任，再捉我哋啊嘛！快啲走！巴拿巴，停手！我求下你信我啦！我真系亲眼见过复活嘅主，我只系想同你哋一齐传扬耶稣基督嘅福音咋。各位外邦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叫巴拿巴，他叫保罗。我们呢在去大马士革的路程，就在那时突然之间有个大光砰一声打在我的身上。在那时我听到个声音跟我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要逼迫我？跟着我就见到复活的主耶稣，在他里面有复活同埋医治的大能啊！切！啊，细佬，佢真系太精神啦！太精神，即系神经病啊！哦，你听佢讲，一道光打落去度啊！唉，自己的病都咁紧要，仲话咩医治的大能？唉，我哋唔好理佢啦，走啦！就系咁啦，你哋明唔明啊？保罗，其他人呢？明明。是神差我哋嚟嘅，但系点解冇人听我哋讲嘅？我知啦，一定系我哋所讲嘅嘢太高言大志、太深奥，佢哋唔明白。但系你睇佢哋嘅反应，佢当我哋系傻嘅、哦。我决定咗，以后喺佢哋中间，我唔传讲其他信息，我只系讲耶稣基督同埋佢钉十字架嘅事实。都得嘅。啊，仲有。在哪裡？等一下，剛才我們講到的時候，我看到你一直都很專心。是啊，
你愿唔愿意相信耶稣？哎，唔好逼人啦！我信，我相信耶稣可以医治我。好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嘅名，叫你起身。是人啊！我哋传福音俾你哋，原本系想要你哋离弃偶像，归向独一嘅耶稣。但系你哋，哎呀，各位，原来我之前所听嘅系真噶。佢两个根本就唔系宙斯同希尔米嘅化身。佢哋讲大话噶。啊，我记得啦，头先佢讲佢个耶稣系独一嘅真神啊。独一，即系否定我哋所信嘅神。包括宙斯和希爾米，我們不可以再被他騙的了，我們一用石頭打死他們，打死他們，打死他們，谢谢你哋救咗我哋。好对唔住啊，之前你哋俾人打，我哋都唔敢出嚟救你。唔紧要，但系其实你哋系咩人啊？我哋系之前喺耶路撒冷逃走出嚟嘅基督徒，我哋分居喺唔同嘅地方，我哋去到边就传福音到边。系啊，我哋起初只不过系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但系不知不觉间，连外邦人都信埋福音啊！啊！太好啦，感谢主。保罗、巴拿巴，你睇边个嚟探你哋？你只脚好翻晒啦。系啊，完全俾神医治好晒啦。我已经立志要一生跟随神。太好啦，又将会有位弟兄得救啦。将会得救？我而家信咗主，有冇话做啲咩嘢啊？有有有，嗱呢度。这个是我们犹太的律法书，都是得613条，你呢看完它，背了它，做完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等等先，还有我们现在入一入房，做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小仪式先。我把刀呢？这里消毒了。是啊，又是这把刀。啊，做什么小仪式啊？我不做，你跟我说清楚声啊。割礼啊。割礼我不要啊。放心啦，不是痛很久的。冷静点先，做什么要外邦人行割礼啊？保罗，你咁熟摩西五经，你知道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嚟噶。耶稣基督已经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成就救恩，我哋做乜仲要外邦人行割礼啊？耶稣嚟到，佢话唔系废掉律法，咁割礼都系律法之一啊嘛。系律法，但系守律法并唔能够叫我哋清义啊。更何况你同我可以守住每一条律法咩？就系唔得，所以我哋更加要努力守，唔好阻住我哋啦。救命啊！停手啊！如果我哋要外邦人去守我哋嘅律法，行割礼，咁样会成为传福音嘅难阻，事关重大。我哋要翻去耶路撒冷同一众使徒讨论。各位使徒、弟兄姊妹，自从司提反殉道。福音广传到外邦人耳中，我保罗亲眼见证神系喺佢哋身上所行嘅一切神迹，同我哋所经历嘅系一样。冇要求佢哋要先行割礼，先至可以经历呢啲嘅一切。所以我哋系时候要放低过去我哋对神嘅框框，同埋民族嘅优越感。冇错，神嘅心意系最重要嘅。外邦人因着他们单纯的信心就得着洁净。我们祖宗的律法确实是一个重压，
既然我哋自己都唔能够负到呢个重压，何必又加喺呢啲外邦人嘅颈项上边呢？冇错，守律法根本唔能够叫我哋轻易。正如经上所记，神对阿伯拉罕讲：万国因你得福。阿伯拉罕就是因着相信神，他就算为义人了。所以外邦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能够轻易得救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再难为那些要归顺神的外邦人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决定，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再接受割礼都可以成为信徒。太好了！不过虽然他们不需要守传统的律法，不过他们要守神的诫命，指引信徒的生活。就是禁戒偶像、禁戒奸淫、禁止食勒死的牲畜和血，愿主的心意成就。我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救恩，我得着全然的自由。愿你的福音传遍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腓立比教会，我常常为你们祷告，你们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冠冕，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。以弗所教会，神拣选我们，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你们要好好守护这个宝贵的身份。哥罗西教会，你们从福音的真道上面得着盼望，要将这个盼望传到普天之下，结果子增长，就好像在你们中间一样。我的孩子们，你们都要听，即使我为着福音受苦难，甚至失去性命，但是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遍各地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最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靠主一一跨过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一生不枉过，从此以后有公义冠冕存留给我。复活主在光中荣耀显现，曾在过凡中，从前扭坏可变冠冕，天变地变，为你爱永不改变。生命得着释放，
因基督住在我里面，建立基督身体，让我们作圣灵的殿，患难中不缺欠，全是上帝救用恩典，在真道中站稳，因我深信所看见，向标杆直奔，作圣洁贵重器皿，我甘愿奉献一生，愿你的心意在这地上成就，而我的生命誓死跟你出走，你圣灵在我背后总得拯救，我未怕生死或面对患难时候，愿你心意在这地上成就，而爱与真理释放人得自由，带着福音我愿走到世界尽头，求用我一生见证着你的心意在这地上成就，而我的生命誓死跟你出走，你圣灵在我背后总得拯救，我未怕生死或面对患难时候，愿你心意在这地上成就，而爱与真理释放人得自由，带着福音我愿走到世界尽头，求用我一生见证着万能得救。遇见复活主的不单止保罗，不只是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的教会，不只是初代教会的一代人，上帝复活的大能一直延续。我们带着使命和圣灵同工，我们带着热情迎接一浪又一浪的复兴，我们都是复活主的见证人，直到今日。